遇见你此时刻处处俏丽，你是个温如雅的历史，原来陌生且熟悉的脸庞，时常出现在校园历史榜。认识你在这座公园里，你是个冷静果断的法医，你来自现代我来自民国，却能一起出席长谈。但女孩举了两个孩子，为残酷世界带来曙光。